要开箱这个对弹珠汽水。好，听说这个压压就会爆炸。好，等一下哦，你可以摇一摇啊，听说摇一摇再放，摇一摇，对，然后再压下去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放这里。对，很难压，爸爸帮我压。这个就压下去就好了。哎，等一下哦，确实不好压，这个要怎么用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姐姐，这个啦，这个要把它拔出来。啊，这个是压弹珠的工具，好来压进去，加油。好难哦，爸爸。来，帮我扶好，帮我扶好下面，我敲下去了哦，一、二。哎呀，失败了，再来一次。一二，好啦，打进去了。OK， 你可以喝啦，这个就是弹珠汽水。厉害。打进去之后，弹珠就在里面啦，你可以喝啦。我要喝看看那个。怎么样？这是什么奇怪的表情？珊珊。珊珊，那换弟弟喝。好，不行，那不行就算了。来，姐姐拿去吧。